你问了，不知情吗？不过能力已经开始觉醒了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刚才我说的话也当作没听过比较好。自己不当心的话，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在炼陨时发现能量波动，坐标已发送，已锁定目标，将尽快采取行动。